看迷你世界中的爱尔丽丝，她是拥有魔法的，她挥一挥小手就可以招来暴风雪。但是小伙伴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在游戏中，你们千万不要让爱尔丽丝生气，不然天空就会下起暴风雪。你们知道吗？如果你在迷你世界中也来过冰原，那么请点一个赞。根据我和学姐的研究，我们发现正常情况下的冰原它是晴空万里的，天空中根本没有乌云，不会下雪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冰原下雪是很小概率事件，天空随机下雪，非常的恐怖，非常的寒冷。并且我和学姐发现，迷你世界中可以控制天气的烟花只有一种，那就是晴雨烟花。但是晴雨烟花仅限它只能控制下雨和不下雨，根本不能控制下雪或者不下雪。而在迷你世界中只能控制下雪的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爱尔丽丝。官方大大说，她的魔法叫做冬天的魔法，可以让天空下雪，并且她行走的时候也会留下冰雪脚印。哎呦我去，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带走。喜欢爱尔丽丝的小伙伴赶紧关注发第一个表情包呀。那么爱尔丽丝生气以后，冰原真的会下起暴风雪吗？我和学姐发现此时的天空是晴的，现在我们就让爱尔丽丝生气。砰，她生气了，此时天空居然下起了暴雪，并且闪起了雷电，此时暴风雪它降临了。所以说在迷你世界中，你们千万不要让爱尔丽丝生气，不然冰原就会由晴天变成雪天，下起暴风雪。你们知道了吗？